看起来都有吧。我们都是运动员，不是表演者，都是运动员。兼职是运动员。那刚才 Darren 的感觉如何？是不是每个人都还蛮帅的？因为前面有一双啊，看前面很明显，我们就像是刚洗好澡的拉布拉多犬，他们在甩水，还不像。为什么是拉布拉多犬？台湾飞人。哎呦，好好回答。哎呦，谁还要讲哦？想要起家没有？什么？没有？没有？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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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想走了。那你还怎么回答吗？坐车最方便。不然嘞？他要骑脚踏车，坐在后面。非常理所当然。蛮实际的回答。对。那你刚做这些运动，会不会很累啊？会啊。真的跟这么老实，没有说服力哦，因为没什么汗了。对啊，刚脚踏车，你刚刚骑完，你说你手痛，是美美好地方。他刚在运动的时候一直在想自己的家乡彰化，一直想飙彰化。哇哇，是吗？好笑哦 ，Funny Man 就是这样，随时随地就可以搞笑，即兴的。我 Funny Man 最厉害的不是笑话，是我们的自信。对。但是你们访问他还没结束哎，没有，还有再继续。刚累不累？累。以后要不要这样子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记者会？做事一样。要不要？不要。不要。不要了。不要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你语气有点凶。没有，还好了啦，外国人的语气。他走了。外国人的语气。哎，好。好了。啊，差不多，继续。差不多。来来。好，那就由我节目总监恶魔来说明一下。那这一次呢，其实会用三种方式结合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每一家呢，比方说像是魔王大道啊、立冬吴尊还有敖丙，他们呢就会用模仿的方式来做一个短剧的呈现。然后呢，像我左手边的吴凤呢，就是美式脱口秀的代表啊。然后这是很特别，就是我们东东跟我们段段，其实也算是我们搞笑者们的一个部分，所以他们也会推出一个非常好笑的桥段。然后最后就是我们鱼蹦啊，就会以我们最熟悉的漫才呢，还有短剧来做一个演出。当然，里面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有一个我们全部人加起来的一个大短剧。哦，短剧。对。到底会怎么呈现呢？因为我们还在写，所以。真的讲了，真的讲了。我们还在排。到时候大家到剧场里面来，就可以看到我们演什么样的短剧了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各位艺人讲一下，这是合作。我自己的感觉就是，没有，我现在没有，就是每一个人的感觉。我自己觉得，因为每一个艺人有自己的那个就是特色。然后呢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年轻人嘛，大家有自己的那个优秀的那个表演方式。所以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第一次，不只是在台湾的亚洲第一次，我们把这个三个不同的表演风格融合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我们希望让大家就是分众。一直在笑，因为这种表演方式都是以前是分开的，就是漫才，你们常常说漫才表演呢、魔方秀还是端剧，都是分开的。我的那个脱口秀也是都是分开的。但是这一次，我们希望观众会看一个非常丰富的，就是综合的那个舞台表演，然后呢让大家就是开心到不行，就是笑到肚子痛。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90分钟，一开始的1分钟到15分钟，就让大家 smile love， 所以我们叫做 funny man。哦、oh. oh.